Hey, sis. Hey, bro. 早上好啊，我是今天的早安少女奶万。今天呢，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我是那种不需要就是赖床的人，只要叫我起来，我就立刻会起来的。有吃早饭，然后也有很精神的来到训练室上课。你们呢，有没有打起精神来准备好度过今天呀？给你们看看我最近的我，哎呦，新鲜的我。对了，要分享一个小 tips 给女生，就是妆容方面的吧。因为女生如果化妆的话，如果你要带妆很久的话，那个粉底会暗沉嘛，就是颜色会变暗变黄。然后我呢会在上那个精华的时候用那种抗氧化的精华，然后再上粉底，就真的有效果，就真的会那个减缓，甚至就是不会暗沉，真的。哎，就是粉底上早上上去是什么颜色，然后到晚上收工它还是会很白，可以试一下哟。好了，那大家一起努力吧，加油，我很好，大家放心。